近日，北京市民刘先生乘坐840路公交车上班时，竟然目睹了一名女子在车上当众脱裤小便。据刘先生回忆，该名女子约20岁，微胖，穿一件红色羽绒服。当时公交车正在行进中，该女子突然将裤子脱掉开始小便，随后又用手把座位抹干净，再穿上裤子接着喝饮料。据公交车队相关负责人也证实，当天上午确实发生此事。事发之后，司机让其余乘客转乘下一趟车，将现场打扫干净，并一直将该女子送至目的地。不过该女子曾多次乘坐该趟公交车，且此前也发生过在车上小便的事情，不少司机和售票员都认识她。有人猜测这个女子可能是精神有问题。